你们平时看像这种大毛领子是不是都不便宜啊？它不仅就是领子这地方是大毛领，可以护住脖子。你放心，嗯，我们肯定不把它当便宜。我们拿回去了，我们都舍不得穿。出门那些出去那个高端场所或者是什么重大会议的时候，我们才穿这个。平时我们都只拿来看，知不知道？嗯，也不是这样，买了衣服就要穿嘛。你看平时家里有一些这个喜事啊，或者是这个过年呀，对不对？穿这个太大气了，一看就是身价千万的人，一看就是。来，咱们话多的不说了，家人们啊，来，安姐，199给我上了，上车，准备，来。直播间所有家人们啊，长的有两个颜色，一个黑色的，一个咖色的。你们啊，咱们现在6000多个家人们啊，直播间只有9件啊，颜色尺码你们自己随便挑啊。然后啊，你们谁能抢到啊，谁能付款就说明抢到了。你们点进去付款失败，说明已经没有了，被别人抢完了啊。家人们来，准备好。这个里面的材质跟那个是一样的啊。3、2、1，来，有了没有？你们看一下有了没有？这个长的是不是？就这两件衣服有了没有？这个长的对，跟那个短款的里面是一样的。来，这个跟刚才拿来，你再刷一遍，来，再刷一遍。跟那个一样的吗？对，奶奶，你先刷。我真的不信的，你看，哎呀，他是。这是一样，一点石头都不起。我钢丝球刷头，一点问题都没有，也水也是一样的色。来，我看一下，看一下。那我这手都磨破了，这哦，来，怎么一点事都没有、啊？抖一下就好，啊、看到没？哇，这个我手都磨破了。直播间所有家人们啊，我教你们怎么抢那个下方小黄车，看到没有？点开这个小黄车啊。点开这个啊，去抢购啊，然后啊，你们点开这个礼券购买啊，喜欢黑色的点这个黑色，喜欢咖色的点这个咖色，然后90G到120G选 M 啊，120G到140G的选这个 L 啊，140G到160G的你们选这个 XL， 还有啊那个2XL， 你们真的自己选啊，看得到吗？对不对？有你们是体重多少斤啊？这里看着自己选，知不知道？对，不论你什么皮肤，这两个颜色都会衬的皮肤很白。王菲，你再上一款上一下短的没有了，已经给过了啊！刚才我这个啊不，我不是在卖衣服啊，家人们啊。有个人现在才跟我要那个短的啊，王菲让我再上一款那个短的，我不是在卖衣服，这个赵慧妮啊姐姐啊不好意思啊，我不是在卖衣服啊，我。这个是你们自己点进去看一下啊，我说了的，没有了就必真的没有了的啊。如果是卖衣服，我还行，我从早卖到晚，你什么时候想买我都给你。但我不是卖衣服的啊，所以你们自己点进去抢一下，点进去看一下，能付款的话说明被你们抢到了，付不了款的话说明已经没有了，被别人抢完了，知不知道？你这个价格，说实话啊，买个棉袄都不止这个。对，你们。平时那个买一个普通的棉袄 啊，普通的那个棉衣，就是，嗯，更何况这199你们都买不到，今天让你们啊199抢到一个皮草，主要是他那个链接做得下来，我直接找。一件好衣服顶上10件普通的衣服，而且这个衣服穿个8年、9年、10年，它不会变样的。好衣服它就是好在这儿，就是不过时，不论你穿个几年，对吧？而且不掉色、不变形，而且穿上还有那种就是雍容华贵、非常大气的感觉。你看过年很多富婆、很多明星是不是都穿成这种皮草，非常的就是有气场。只有最后两件了，只有最后两件了，你们自己点进去看一下啊。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穿过啊这么高端的皮草，啊，今天王菲直播间。最主要是这。杨夫人给你们安排，你们都不用给感谢我，你们就感谢这个杨夫人就行了。杨夫人大气。这个价格都不用犹豫，能多拍几件拍几件。拍不了几件，拍不了几件。因为平时你看买一个外套都得100多，是不是？哦。它只是单纯的外套，还等一下，等一下。刚才那个赵慧妮那个姐姐，你还在不在直播间？刚才那个赵慧妮那个姐姐，你还在不在直播间？在的话，后面打个赞。因为现在有一个人啊，刚才那个买了那个短的，他可能
就是现在又买了这个铲的之后他可能不小心点错了点成退款了，所以我这边有一个有一单那个短的库存了在是不是我把那个人他可能是不小心点错点退款了，我同意他的退款，然后把这个打的这一单上架上来，你给他抢走好不好？你自己手放在这个小黄车里面准备好，我数三二你自己抢来，三二一准备好。就是刚才那个我也不知道是谁可能是不小心点了那个退款。我把它上架，他不要我就给你嘛对不对？他不要就给你。来，短的那个99那个我上车了短的那个99我上车了，你自己点进去看一下能不能抢得到。一位现在马上天气马上就冷了对，这个秋天冬天都可以穿，甚至刚开春的时候也可以穿。我两件都拍了，没事，两件都拍了的也发两件都拍了的也发。是这么幸运吗？长的那个只剩下一件了拍了一个长。长的那个只剩下一件了，你们自己看一下谁能抢得到。太赚了，运气好比中。王菲，我还想要那个包包，怎么这个包包都要上了？导弹没有了，还想要这个包包是不是？这个包包我是真的不好意思，家人们这个包包的话我是真的不好意思跟杨夫人要了。来，包包你背起来给他们看一下，它这个长短是可以展开的嗯嗯，对，根据你的这个包，家人们，这个包包我真的不好意思跟杨总要了，真的不是杨夫人要了。你们说刚才他这个包包是多少钱的？好像是60美刀，那就是七八百块钱嘛，七八百块钱一个。但是他们那是合作的价格合作的价格都是七八百。价格我们标价，代使的是不是？我问你，你在市场是不是有一个那个小标牌他会标上价格标的很高，然后跟你说打个几折想想我刚才为什么跟你说2000，因为我们放到实体店，他那个上面标价就是2000多。你们实体店是标了2000多？对。这个因为到了商场都要打折嘛，要不就是我也不，家人们，我是真的不好意思跟人家要了。我真的不好意思跟人家杨夫人要了，知不知道？而且这个一擦就行，平时这个包包是不是最容易脏，对不对？是吧，俺女了。这个清洗起来特别方便，用抹布一擦就可以。你看它的背面上不上档次？你光看到正面，它的背面每一个细节做的是不是也很到位？没给你说吗？哎，没事。哎，杨夫人，你这不气人，你能不来气吗？杨夫人，哎，你稍等一会儿，我给你打过去你说。哎，怎么样？包也给我几个呗。哪个包？他衣服你都给了，这包来几个嘛？你，我怎么跟你说呢？你说。哎呦，没事，那就算了，不要了，不要了。不，就冲你这么帮我，给了，行。你要哪个？你想要哪个？就是这个包。行，没问题。我要五个。五个，行。你到你说话算数明天你该要的东西你给我拿来就行老弟。OK， 你放心，咱们明天晚上8点不见不散行，你也把我的事情处理好。好的。来，准备家人们杨夫人说了给五个，谁抢到谁的。准备所有家人们来，安姐把包五个，还有长衣服10条，短衣服10条，全部打包走。好。行，那我们打包走了，我们拿去自己发货行，哥，跟你商量个事儿，你看你刚才衣服卖的那么便宜，你给他们说不要往外传这个价格。你们放心，我们不传。直播间所有家人们你们不要跟任何人说在王菲这里买了东西不要跟任何人说，你们自己收到货就知道了。人家老板都说那个人家工厂这边说了，看到听到没有？不能外传。你买的这个多少钱？没有，我这个不是卖，我这是送给他们的。我知道，我说朋友问他们就是买的多少钱，因为他买回去人家看着他穿的好看，肯定问说你这个买的多少钱，对不对？那你就你们就说不是买的，是人家送给你们的就行了，好不好？行，那个包刚才是多少钱？安姐，来把那个包跟我链接上。六，刚才那个包多少钱？六百块是不是？对，60来直播间60块钱，60块钱都贵了，49给我上车。
好，50块钱，就50块钱，给我上车来。好的。他没事，他送的。没有，我送的。我知道，我就是很惊讶，都低于成本了。没有，没有送的，送的。因为我直播间这些不是别人，他们都是我的亲人啊，我的家人，我白给他们的，知不知道？因为没有他们的话，我王菲都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是他们唤喜了我，所以说他们成就了我，抢到了就相当于中彩票。好，上了49上了，来准备好，只有5个，你们谁抢到谁的啊！所有直播间现在5600多个家人们啊，把你们的手放在这个小滑车，我数到321，我就上车了，你们谁抢到谁的，来准备好，3、2，只有5个。1，这个真的要看缘分了，就5个，那么多人抢，直播间我准备6000个人，每个人可能每个人都想要，但是抢到的人可能就不多啊。你看看后边行吧，刚才他们只看到了前边。不要看了，我看到了就行了。这个回去直接抢就行了啊，下班小滑车，下班小滑车啊，直接抢就行了，啊，来是这个。后面是这个样子的啊，后面也好看，正面也好看，你们回去真的这个包一定要好好爱惜。里面是啥样？里面是啥样子的？里边空间很大啊，里边有一个内兜，可以放钥匙，放这个一些重要的一些这个小夹层啊，可以放到这里面。有拉链，你看包括、这个、它里面还有一个小拉链啊，可以、还有一个小包哦、可以放里面、两层嘛，里面是两层的。对对对。啊，然后它这个、这个也不会掉的。那个，这个的话啊，大小可以调节啊，可以调节，也可以调高，也可以调低啊。你们可能会担心这个收到货会不会掉，这个放心，不会掉的。你看我指甲那么长，听到声音了吗？啊，它完全不会掉任何一个，你就用个10年8载的，一点都不会变样，而且特别好清理，回去用抹布擦一下就行。啊、有的包包你背时间长了是不是就感觉旧了，然后脏了就不想背了是吧？这个包你背上一段时间，你会越背越想背，而且它特别、你们自己点击去看一下，能付款的话说明你们抢到了，付不了款的话说明就没有了啊。能付款说明你们抢到了，付不了款的话说明已经没有了啊。自己点击去看一下。每个女人出门都要带点包，因为对啊，你放个口红啊，放个钥匙啊，放个手机啊，放个纸啊，对不对？他这个包不像男人、啊，男人可能出门就是拿一点点东西是往兜里一塞就可以了，但是女人出门很多东西都要带着，有带孩子的，然后会放一些，对，就是必须的用品，是不是？所以说包对于女人来说是每个女人必备的一个东西。对吧，也是就是说每个女人出门必备的东西。嗯，太偏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被抢完了啊，家人们被抢完了。行，那就我这边就先回去了啊，我们就先回去了，明天我8点来找你。好的，行，明天8点我是来这个地方找你呢，还是去哪里找你呢？那到时咱俩电话联系，小某再跟你沟通、或者到这儿也可以、可以，好好、那明天我来。王菲，这那些衣服我都抢来，你先全部打包到那个车上。好好好，行，我搬这些，站着，我搬这些。好好，行，安姐再搬那些啊。直播间所有家人们啊，咱们5000多个家人们啊，你们也听到了啊，你们也踢到了那个拍王菲，我不小心点退款了，你不小心点退款了，不关我的事情啊，家人们啊，有个姐姐她说她不小心点退款了啊，那个我不管，你点退款了我就不发货啊，你那个你点退款了的那我也没办法了，对不对？你自己点退款的。他这边我显示的是把那个茶，刚才那个茶的皮草给不小心点退款了，那一件谁要？来，你不小心点退款了，我也没办法。谁要？就是刚才茶的那一件，茶的那一件啊，也一件黑色的，他不小心点退款了，谁要？来，我把那一件上去，给别人算了。你不小心点退款，我也没办法，是不是？我只能给别人了，来。321抢，就刚才那个长的199的那个长皮草，他不小心点退款了，就一件，谁抢到谁的，就黑色的一件啊，他退的是黑色的一件。你们啊，点进去看一下啊，就是刚才说没有抢到的那些啊。我说我装上车了，装好了，装好了是不是？对。行，那没有了啊 ，OK。行。
行，那我这边啊，杨夫人，我就回先回去了啊。行行行，我送。明天我来找你，不，你不用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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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行，明天我来。好了，您慢走啊。嗯，好。啊，明天别忘把东西给我带过来啊。好的，尺寸不要弄错了。哦，你们放心，是按照你们刚才拍的那些尺寸来弄的啊。直播间所有家人们啊，我这边啊，我就啊先下播了啊，咱们啊。我这个手机啊，手机是安吉的，咱们这个手机马上没电了啊！你们没有给这个号点关注的，咱们所有家人们啊，5000多个家人们全部给这个号点个关注。明天啊，我还是用这个号直播，所有家人们5000多个家人们啊，明天我还是用这个号直播，然后，明天晚上8点，最后一天，我特别特别需要你们。因为这个事情啊，现在杨夫人承诺了，明天晚上八点，我们就他说要给一定会给我一个答复。杨总的话咱们不信，但是杨夫人的话咱们要信，行不行？行，那我们直播间啊，所有家人们啊，我这边我就先下播了，咱们明天晚上8点不见不散，好不好？明天晚上8点，咱们直播间不见不散。